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40面，740面，倒数第二行，从经文看起。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，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，智慧勇猛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居大精进，发趣一尘，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四等菩萨皆当往生。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，彼有790亿大菩萨众，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，皆当往生。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。这个一段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又闻才智未已，康僧铠的译本，参证唐译。在此处第一句，其第十二佛应值第十二佛刹，按照前面的例子，都是讲的这个十方佛的刹土。那么这个第二十二佛呢，也应该是佛刹的意思啊。第十二佛刹名无上华啊。列出位移，第二佛名曰宝藏，唐译的是宝藏佛国啊，佛国就是刹土。至于第十二佛土，显往生菩萨之德，亦是例举。就是举例而言的。坚固之法，不退转法也。介绍啊，那边大师所修坚固之法。大师是化身菩萨之称，像我们称观世音菩萨，称观音大师啊，弥勒大师、文殊普贤大师，那么这都是等觉菩萨啊，最低的阶位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华严经上通称为41位法身大师啊。所以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不能称大师啊，大师一定是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才能称之为大师。那么他们确实圆证三不退呀，所以称为坚固，坚固之法，不退转也。这些大菩萨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
至于不退菩萨又往生极乐，是其意义为何？他们为什么要往生？他不往生也能成佛。为什么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？如大论中，大智度论假设了个问答，问曰：菩萨法应度众生呐，何以但至清净无量寿佛世界中？为什么他到极乐世界去？答曰：菩萨有二种，一者呢，有慈悲心，多为众生。他暂时不到极乐世界。在六道十法界里头，帮助众生。帮助众生是两桩事情。帮助初学的，是帮他断疑生信。帮助修行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，那就是第二个目标，帮助他破迷开悟。而破迷开悟无比殊胜方便，无过于往生净土。凡夫经上常讲的大心凡夫，相信大乘，修学大乘，发心求生极乐世界，这叫大心凡夫。他这一生呢能成就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知道这些人生到哪里？其实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什么身份呢？还是人的身份。极乐世界有人天，我们倒是人的身份。道德水平高的人是天人的身份。可是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是同居土里面的天人身份，到极乐世界所得到的殊胜利益、智慧、道力、神通、福德，跟化身菩萨平等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。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呢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因地发48愿。无界修行，48愿愿愿圆满所以是弥陀本愿功德威神的成就，这样加持得到的，
这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。啊，这个世界就显得无比的殊胜了。啊，这是菩萨，不是不知道，菩萨知道这个事情。所以菩萨有两个选择，慈悲心特重的，先度众生，像地藏菩萨所标榜的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啊，先度众生，然后再考虑自己，甚至于完全不考虑。那第二种呢，多积诸佛功德。要多积诸佛功德者，至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。好，好多为众生者呢，至无佛法处。啊，这第二种，他要多积诸佛功德。为什么？将来在十方世界度众生，能度得彻底呀，能度得究竟呢？啊，好像在学校读书啊，慈悲心重点，没有毕业就出去教学了。啊，当然，有时候会力不从心。为什么呢？自己没有证得圆满。啊，那另外一类的，他不是没有慈悲心。我要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，我再去度众生。啊，度众生的时候，一切无碍。可以说是两种人，本愿有差别。啊，那么要多积诸佛功德，这个要就是喜欢、爱好。啊，多积诸佛功德呢，那就无过于极乐世界，所以他就到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。他会选择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真的一点都不错。你看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啊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都不例外。他每一天可以去参访、设访一切诸佛刹土，真叫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怎么去参访呢？他分身去参访，化身去参访。首先礼敬供佛修福啊，你说他一天修多大福报，供养一尊佛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。他每一天可以供养十方一切诸佛，天天修供养啊，这修福啊。除修福之外，听佛讲经教学，修慧也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慧也很快可以说就圆满了。啊，这是他方世界
没这回事情。如果有，世尊一定会给我们说。而世尊只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。这个下面这两句都是大论的，说好为众生者，好是爱好，爱好多为众生，众生太苦了。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。这一类的菩萨呢，就至无佛法众处。这个世界没有佛法，没有三宝，他到这个地方去。慈悲心特重啊。又论诸云，为证净心菩萨者，没有证到清净心的菩萨，初地以上，七地以还。诸菩萨也，这是说的别教。别教的初地。是原教的初住啊，原教初住到七住的菩萨，这也都见性了。如果再降一等呢，那就是实性位了。通教，天台通教所讲的初地，到七地，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初信到七信。七信是阿罗汉了。那么这样的菩萨也能现身。能现多少身呢？若百若千若万若亿，若百千万亿无佛国土施作佛事，阿罗汉可以做得到。摄性菩萨能做得到，要须做心如三昧乃能，非不作心。这个作心就是入定。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，婆罗门女遇到阿罗汉，向阿罗汉请教，他母亲在世造了不善的业，现在生在什么地方？阿罗汉入定，入定他才能看到。出定之后告诉他母亲在地狱里，
啊，在那边很苦。教婆罗门女念佛超度他，啊，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啊，阿罗汉要不入定，见不到啊。化身菩萨不一样啊，化身菩萨不必入定。他的功力高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他心不散乱，他心里头没有杂念，啊，所以见性跟不见性的作用啊，差别很大。以作心故，名为未得尽心。啊，他的心不清净，一定要入定。啊，不入定的时候，他心就不清净。入定，清净心现前。此菩萨愿生安乐净土啊，即见阿弥陀佛。见阿弥陀佛时，于上帝诸菩萨毕竟身等法等，啊，那么这个菩萨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去就见到阿弥陀佛。见阿弥陀佛时，于上帝就是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陀里面的菩萨啊，跟他们身平等，法平等啊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不要说这些菩萨到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平等，凡夫到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也平等，这是弥陀本愿加持。48愿第20愿说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，啊，正的阿惟越智菩萨他们也去，啊，他为什么要去？就是前面讲的，要多积诸佛功德，他去的目的在此地，没有正得法身的，诸小行菩萨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第20愿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的加持，就全变成阿惟越智了，所以跟上帝啊，上帝是十宝庄严土啊，跟这些菩萨身等法等，身等，我们用我们的话说，物质享受平等，法等呢？那是智慧、道理、神通，
跟法身菩萨也平等。此地举几个例子，像龙树菩萨、婆娑盘头菩萨，愿生彼者当为此耳。龙树是初地菩萨，应该是这一类的。又云：菩萨于七地中得大寂灭，这是真的入境界了。上不见有诸佛可求，下不见众生可度，于舍佛道正于实际。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会不会有这个念头呢？如果要是真的初地菩萨，不会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藏通别圆。圆教的决定不会，圆教以下就可能。圆教地上菩萨，无时无明习气未断，分别执着连习气都断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圆教境界。因为上不见诸佛可求，下不见众生可度，他于邪佛道，他还有这个念头，还有起心动念。那我们知道这就不是圆教菩萨了。别教以前的，这个境界平等心现前，无佛无众生呐，修行人到这个境界，他就想舍佛道，真于实际上，实际就是涅槃。全小的半涅槃，阿罗汉证的是小乘涅槃，菩萨证的是全教的涅槃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二十，若不得十方诸佛神力加权，即便灭度，与二乘无异。他入灭了，就不起作用了。
这不是真正明心见性。真正明心见性叫大般涅槃。啊，他们其主的境界不是大般涅槃，是与大般涅槃相似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还是一种错觉。可是佛会照顾他们，他们在这个境界里受方佛一定现身为他们说法，啊，劝导他们要勇猛精进，啊，要佛会双修。啊，那我们在此地也知道，诸佛肯定劝他求生净土，因为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，即无此难了。啊，这个过失就决定没有啊。以上大论与往生论注。戒名不退菩萨愿往生极乐之因有也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全教菩萨还会走错路？到极乐世界问题就没有了。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在极乐世界决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啊，什么时候能做到呢？我们从理上去看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跟阿弥陀佛见了面，你就得加持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像化身菩萨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能现什么身。这个不是自己意思啊，有自己意思就不能了，没有自己的意思他就能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意识是个妄念，是妄心，那个东西障碍，没有这个意思，你用的是真心，真心没有障碍啊，真心就是自信啊。跟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是平等平等啊，诸佛菩萨证得的是清净净心。我们是去追着菩萨的时候，他所证得的是模模糊糊不清楚，确实证得了。所以要得诸佛加持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了面，就得弥陀加持了。一切时一切处你不会迷失啊，这是菩萨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们再看下一段，无量寿经起心论语，这是彭吉清居士说的，是又名往生菩萨不可计数啊，借是如来愿力所持光明所摄。
阿弥陀佛，48愿功德不可思议。48愿起作用，就是我们现在科学讲的能量，佛法讲的光明。啊，科学家的能量，这个能量非常之大了。能摄受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万物，啊，万事万物。所以，智者大师临终。这都是实现啊，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智者大师往生的时候，令门人唱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送他往生。即观经题目：南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。这是经题。啊，合掌赞曰。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实现，48愿庄严净土，化持宝树一往无人。前面三句赞叹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？48愿的功德成就怎么成就？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无界修行，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。啊，我们今天说讲经功德，回向有没有？有，讲经本身就是功德。啊，是，是阿弥陀佛功德为自己功德。这是从讲经人本身上来说。从阿弥陀佛那边说呢，佛是摄受一切众生功德为自功德，光光护照啊，佛光照到我们，我们的光反射又照到佛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如果我们讲经又能依教奉行，这个功德大了。啊，能讲不能行，不能说没有功德，不大。啊，力量不够。会讲又能行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，从理论上讲，大乘经论的理论，现前世界上这些一流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
我们对于意念，特别是集体意念，化解世界灾难，我们不怀疑了。我们非常肯定，必定可以做得到。在理上讲啊，事上讲呢，问题多多啊。有几个人真有清净心？他度自己都力量都不够，他怎么能帮助别人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真正清净心的人，那种修持有清净心的人，他们来祈祷管用，不是一般人的。840多人呢，就能让地球不产生灾难。这是什么？集体清净意念的功德，有这么大力量。我们要冷静地来想想，大概1000个人都不容易找到，何况8000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灾难肯定有啊，无法避免的。但是祈祷总比不祈祷好。大家真正一起来祈祷，佛法里面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诸位要知道，念阿弥陀佛就是他们讲的祈祷，力量比他们祈祷那要殊胜多了。念佛的这个能量无与伦比，什么修行方法都比不上啊！我们要相信呢，因为这一句佛号，它是凝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善法的精髓，善中之善，善中之宝啊！净宗同学很多都不认识啊。所以念不是没有效，效果不大，不明显。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幸遇到这一部大经啊，遇到黄念老的注解他老人家注解这部经，引用的经书83部，古来的祖师大德的注解101部，
啊，日本跟韩国的这些祖师大德九部啊，总共等于说我们已经读了193种经句。这本身就是无比的大功德，我们读这部经，让这些经启发我们，把我们自信的信德引导出来。因为佛说的很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借着这个把我们自信引出来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这才真正能度自己，能度众生。能帮助地球化解灾难，真明白了，真懂得了，真干了，啊，真的把经典里面的义理教训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方法不难，关键是放下。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就是放不下，妄想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。啊，这些妄想杂念一定要晓得，自己清净心里头决定没有。他从哪来的？他从莫那时来的。莫那时完全是染物，叫染物意也。啊，我们今天的意念不好啊，意念全是莫那时啊。啊，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就好了。啊，莫那时一转，就是我们这个经体里头的平等。平等是真心的，与一切万法都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大乘教里面说，入不二法门，万法归一。啊，一是清净的，平等。我们用清净平等心来念佛，那就是一念相应，念念相应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心是清净平等觉。我们虽然没有觉，但是已经做到平等清净了，决定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所以一往无人呐，到极乐世界去不难。啊，我们把这一句话再简单的说说：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，
前面这句重要，一心专注，没有杂念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个念头的力量太大太大了，被现在科学家证实了。这个一心专注的念头，阿弥陀佛这一念，可以改变世界，你能相信吗？能相信？这一念专注啊，是决定往生。所以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你这一念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没有改变世界呢？啊，把自己的这个娑婆世界改变成极乐世界了，那一念真改变世界啊。我念我改变了，你念你改变了，他念他改变了，谁念谁改变。啊，如果我们集体在一起念，能够有几十个人，一两百个人在一起念，一两百人都不容易找到了，几十个人或者可以找到，帮助我们这个地区。啊，这个地区里面化解灾难，纵然灾难不能化解，可以做到大幅度的减轻。啊，九级的地震可以变成三级，就大幅度的减轻，这个可以做到。于自于他了，皆是莫大功德了。啊，可是这桩事情，对阿弥陀佛，对极乐世界，真的认识清楚，他的一心专注才容易做到。啊，真心向往。啊，下面这三句，何彻相信？一念改毁，尚得往生呐。这一句，何彻相信？是无间地狱啊，造作地狱业。决定堕地狱，地狱像现前了。这个时候你害怕了，你恐惧了，你一念改悔，悔是忏悔，改是改过自新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不做错事了。这一念悔改，佛都来接引你，都能往生。说明前面讲，一往无人，极乐世界真容易去啊！地狱像现前了，绝大多数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？
被地狱想吓死了，他还会想到悔改吗？忘掉了啊，这个像吓到了，这一惊吓地狱去了。真正一念悔改的地狱像现前，不惊不怖啊，他不害怕了，知道我错了，知道的时候这个现象我要下地狱了，我错了，他能拿得定主意，他才能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。这是什么？四十八愿里说的，最后这一念呢？一念生念决定得生，这一念都能往生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，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现的，生佛报二啊。性相也如，这是它的原理。啊，所以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但是临终的时候，地狱境界现前，要不惊不怖，不被他吓住。啊，这是智慧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。啊，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想，这个境界我们看到了怎么样？会不会被他吓到？啊，如果被他吓到了，就去了，地狱去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经教不能不学。啊，经教要学得很熟，境界现前的时候不害怕，啊，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，啊，不惊不怖，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续世今生所造种种恶业都不要想，就想阿弥陀佛就对了。你想到那些罪业的时候，罪报就现前了。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特别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想什么就到哪里去了。哎，那一念改变你的世界啊，改变你到哪一道去了？你看现在是人道，一念不绝的时候到畜生道去了，到恶鬼道去了，到地狱道去了，啊，到罗刹道去了，都在最后一念呢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从现在起，把不善的念头、决心要把它放下。啊，放也放不掉。很多人告诉我，我真想放啊，放不掉啊。前念放了，后念又上来了，又起来了，老样子。经上教给我们的方法好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
啊，别想自己了。大乘教你，头一个不是叫你把自己的身看破，看破不难呢，是你不懂方法，不再想这个身是我了，我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，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，啊，天天想，天天想，把想自己这个忘掉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了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发菩提觉悟的心，觉悟就不为自己了，为自己是不觉啊，你还有自己吗？啊，念念为正法救助，念念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。啊，正法救助，给苦难众生做个好样子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啊，大慈大悲，我们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，做好榜样。啊，世间人的心，贪嗔痴慢。啊，我们能真正做出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、不傲慢。这就是做好样子给人看。这就是自行化他，啊，不要用言语，用行动。啊，把心量脱开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像天地一样，天什么都能包，地什么都能容。啊，决定没有排斥，没有厌恶。啊，学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往生真的是不难。宽戒定熏修，慎行道立，十不唐捐。慎行是学佛了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决定不违背戒律，就是圣行。戒律是从哪来的？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记录下来，那就戒律。大圣之所行呢？啊，道理，圣贤是德，顺道而行就是德。啊，道就是信德，德呢是修德，
信德是道。一定要顺着道。道就是大自然的规则，大自然的运行。它永恒不变呐。清净寂灭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清净、平等、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是平等的。能大师第一句话是清净，第二句话本不生灭是平等，第三句话本自具足，是信德了。自信本来就有啊，不从外头来的。有什么？本自具足些什么？佛在华严上说了，智慧德相。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德，叫德能。第三个是相好。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本自具足的智慧是自然现象，德是精神现象，相好是物质现象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不离这三种现象。说这三种现象全都包括了。自然界、精神界、物质界，全都包含。第四句话，本无动摇，告诉我们真心是不动的，会动的不是真心。那我们的念头，一个念头起，个念头灭，就晓得这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心不动的，真心没念头。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什么东西能生万法？动就生万法，不动万法就没有了。静是体，动是用，它起作用。现宇宙，生万法，是自性的。宇宙万法无量无边的，不离自性，全是自性所生所现的。所以圣贤道理，一生修持十不贪觉，你的功德成就了。
唐军是唐朝人的术语。就是功夫白费了，没有成就。啊，十步唐军的真实不会失掉，啊，不会落空，真实的成就。这一段话，智者大师临终时候所说的，啊，从四十八愿到十不堂去，这是实录啊，事实真相啊。言其称三宝名，俨然而逝。最后说这几句话，大师往生了，他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他临终时念阿弥陀佛往生的。啊，他修的法门，他是以十六观经修的。啊，智者大师往生传里头有他，净土圣贤录里头也有他。啊，天台宗的祖师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也许正是他开的头。所以天台宗世世代代祖师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早年在香港，谭旭法师天台宗的，啊，念佛往生净土的，唐法照上五台，入大圣竹林寺，见文殊、普贤二大菩萨，问修行之要。文殊曰：“诸修仙们，无如念佛。我于过去界中，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。是故一切诸法，般若波罗蜜多、甚深禅定，乃至诸佛正遍智海，皆从念佛而生。”这一段故事，我想许多同修都知道。啊，法照原本是修禅的，他朝五台山，在山上见到一个寺院，叫金碧辉煌，庄严无比啊！啊，看看外面的匾额，叫大圣竹林寺。他就进去了，里面正在讲经，讲经说法。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啊，他坐下听经，听完之后，向菩萨请教。问末法时期，众生根性不如过去人，修什么法门能成就？啊，文殊菩萨就告诉他，修念佛法门。啊，你看，文殊菩萨讲，诸修仙们，
84,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不如念佛。那么菩萨自己说，我与过去皆种，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成佛。佛所证得的智慧叫一切种子，声闻中得到的智慧一切智，阿罗汉跟辟支佛所得到的是一切智，智法总相。菩萨所证得的叫道种智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。他的智慧知道一切法的总相，一切法的差别相他们不知道。总相是什么呢？总相是空，佛常讲的万法皆空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阿罗汉、辟支佛真的。所以他们能不着相，但是这一切相、这差别相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？是什么因缘生的？这个阿罗汉不懂，菩萨懂。菩萨知道总相，也知道别相，所以菩萨的智慧超过阿罗汉。但是菩萨这个差别相跟总相语言不过来，佛证得了，所以佛证得一切种子。一切智跟道种子是一不是二，这是佛证得的。所以一切种子是佛，就是佛智得一切种子，这就成佛了。在华严经初住以上就证得了。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多。在经教里头，一切诸法最后都归般若波罗蜜多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说的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600卷呢，《大藏经》里头，这是一部最大的经典，600卷。甚深禅定啊，这是行门。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是解门。即行相应呐，乃至诸佛正遍智海。成佛了。佛证得的是究竟圆满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些呢，皆从念佛而生。这念佛法门不可思议。一般人只知道参禅可以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不知道念佛
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比参禅容易。不相信可以找两个人实验，一个专门参禅，一个专门念佛，看哪个先开悟。念佛大彻大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。没有开悟也能往生。修其他法门，要没有开悟，不能往生，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出不了六道啊！念佛呢，只要肯念佛，前面讲了，何彻相现，一念改悔，上得往生。你就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！造作地狱罪业的人，临终悔过都能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虽然是在凡圣同居土，可是智慧神通道理，跟十报土的菩萨差不多。这是无法想象啊，所以称它做难行之法。对，意思在此地。真难行啊！法照问文殊菩萨：“当云何念？”那念佛怎么念法？文殊曰：“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，彼佛愿力不可思议，汝当即念，令无间断，命中之时决定得生。”文殊菩萨教他念佛的方法，有节奏，有腔调。文殊菩萨传给他，他就传出来了。所以离开五台山之后，他的道场就提倡念佛了，叫无慧念佛。这个念佛法呢，失传了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法师，名字我记不得了，他编了一个无慧念佛的谱，唱起来挺好听。我找到懂音乐的，我们有一个出家法师，他是学音乐的，他把它唱出来，也组成一个小班，唱出来之后录了个光碟，我听了，那个时候是录音带，我听了说这不是的，这个决定不是文殊菩萨传。为什么他呢？像音乐一样唱得很好听，但是有好处，戒淫粗戒很好。不能摄心啊！你要人听到这个心就清净了，能摄心才行。他这个不是不能摄心。听得很好听，可以在舞台上表演。可以给大家种善根。
啊，很难得，无慧念佛失传了。这个法照是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，啊，我们这有祖师像，啊，法照大师的。所以当时人家称他做无慧法师，无慧念佛的法师。啊，他离开大圣竹林寺，一路上做记号，怕迷失道路啊，下次再来。回头一看呢，庙没有了，寺庙就没有了，才知道这是跟菩萨有缘，视线给他看的。啊，文殊确实是住在五台山，只有有缘才能见到他，没有缘的见不到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峨眉是普贤菩萨，啊，九华是地藏菩萨，普陀是观音菩萨，是菩萨修学的道场。二大菩萨了，应予受记，文殊普贤给他受记。如以念佛不思议故，毕竟证无上觉。这是对他的说起。若善男女愿即出力，应当念佛。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这你标准说出来。怎样才能成为善男子善女人？至少要落实十善业道，啊，也就是净业三福啊，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。啊，有这个条件就能学佛了，才可以接受啊三规五戒。啊，第二下讲了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不犯威仪，啊，你才能入佛门。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可以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懂得了学佛从哪里学起，从净业三福第一条学起。啊，那佛这些教诲多半在《小乘经论》里头，那么中国在唐朝中叶之后，祖师大德们提倡传统文化，就是儒跟道，用儒道来代替小乘。啊，所以我们最近这么多年来提倡弟子规感应篇，就是根据这个教诲来做的。啊，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，慈心不杀落实在实善，是这个感应篇，后面在修十善业就很容易。啊，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，十善业难了。
所以我们常常想，为什么古人能做到，现在人做不到？清末民初，虽然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社会上一般人不重视了，可是依教奉行的人还是很多。我这个年龄，小时候住在农村，农村对这个非常重视。所以那个时候社会还是相当安定，人情味很重。一般人都讲信用，没有欺骗人的。所以说话真算数的。可是抗战胜利之后，这种风气逐渐就淡薄了，很快就消失了。现在在社会上不容易看到了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，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频繁，这都是不善心行所感的。菩萨在不在的时间呢？肯定在。我们相信佛菩萨有无量的分身化身，在过处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众生不认识，如果我们心地冷静，有感恩的心，有真诚恭敬的心，你就能体会得到。众生造极大的罪恶，善恶道的苦报，他不能不受啊！为什么？唯有他自己受了，他才会觉悟，他才会清醒过来。他自己要不能亲身受这个苦报，他醒不过来，总以为他是对的，不肯认错，不肯悔改，不肯回头啊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我们在讲席跟同学们曾经做过分享，
三善道是消福报的，你修福一定有福报。三恶道呢，是消罪报的，你造的有重罪，这个报一定要消掉。所以三善道跟三恶道的作用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了。人如果善恶两边都离开，你就会出离六道轮回了。六道轮回的人干什么？没有别的，你看清楚了，都是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搞这个把戏的。人真正觉悟了，不干了，到此为止。啊，肯定他就求出离。啊，出离最方便的方法，最稳当的方法，最快速的方法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随着后头一句好啊，如果若善男女愿即出离，出离六道轮回，应当念佛。啊，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一定要一心专念。心里头真有，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这一点重要啊。下面又举了个例子，慧日法师泛波渡海。大天竺，至犍陀罗国，这是由海道到印度。啊，中国过去印度是两条道路，北面的是过丛林，就是丝绸之路。啊，从那边到印度，另外一条呢也比较接近。坐船，啊，从广东这个地方出发，到印度。他到犍陀罗国，这个地方应该在现在印度的东北面，这个地区东北大山有观音像，啊，慧日法师到达这个地方，那七日叩头，又断食，毙命未起。啊，求感应呢。断食，七天的不吃饭，啊，不眠不吃，拜到第七天，感应下去了，忽见观音现紫金身，坐宝莲花，垂手摩顶月，如雨传法，自利利他，应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
观音菩萨教慧智法师。法师出家，发愿传法利生，心地真诚，不是真诚没有感应，真诚到基础，佛菩萨就来了。见到观音菩萨的像，这个瑞相非常的稀有。过去圣依法师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，30多年前。他告诉我，就在前2、3年，还没开放，他到普陀山去朝拜观音菩萨，香港2位法师，大陆上1位法师。陪到他到朝音洞，观音菩萨常常在洞里现身，他们拜了半个多钟头，见到了只见到像，菩萨没给他说法，没给他说话，3个人都见到了，但是3个人见的像不一样。圣依法师见到的观音菩萨，金色身，戴毗卢帽，坐在一个莲花台上。看到这种像，第二位，这也香港去的，他们一道去的，他看到是白衣观音，是站着的，手上拿着这个净瓶杨柳站着的，大陆上那位法师也不错，也见到了。见到是个出家比丘像，都看到了。你看，3个人离开之后一说，看到的不一样。菩萨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那菩萨像从哪来的？感应的，没错，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感的。菩萨决定没有分别之处，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完全是感应。慧日法师所见到的，这个感应无比殊胜，菩萨还给他说话，教他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可见净土法门胜过诸行。现在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感应很多，
我们总结各方面传来的一些信息，感应的信息，就是念佛。而且还传一句话，除念佛法门，其他法门都来不及了。这个话的意思很深，那就说明念佛法门它的功力超过这个一切法门啊，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都比不上念佛法门啊。那么这个意思跟过去乾隆年代慈云灌顶法师所说的完全一样。啊，法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直解》啊，这个注解是他做的，里面说过，如果我们犯的有重罪，什么样的经典忏法都没有效，这个罪太重了，忏除不掉。最后还有一个方法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可以消极重的罪业。这样意思相通啊！啊，念老在此的总结：净土法门胜过诸行啊，他如天亲大师《无量寿论》、马明大师的《起心论》、智者大师的《十一论》，以及永明、天如、初时、莲池诸大师、诸大德，所有著述，莫不殷勤赞叹，悼往西方，绝无欺世误人之事。这个我们要相信啊。这些菩萨祖师大德不是凡人呐、啊，我们要相信啊，要依照这些教诲认真努力。下面说，何况我等生当末际，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发若魔墙啊，我们遇到就是这桩事情啊。佛法弱到了极处啊，真正学佛无立足之处，学佛比什么都苦啊。啊，没有坚定的决心啊，你会走投无路啊。你会不会向魔去投降呢？太多太多了。啊，独立修行，岂无错路？没有人知道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走到岔路，走向偏斜啊，这是肯定的，一点都不稀奇啊。若夫徘徊不信，
身念尘劳，如果复活啊，如与出故，曾不计时啊，大苦随后啊。这讲灾难呢，在今天决定不能够忧郁不决，徘徊不信就是忧郁不决。身念尘劳，尘劳就是这世间，世间的亲情，世间的名利，五欲六尘，决定不能够贪念。下面两句是讲愚痴，没有智慧，非我不活。鱼游到沙滩，回不去就死路一条啊！所以，曾不及时，大苦随后。这个大苦是三途啊，贪嗔痴慢如果不断。情执不能放下，无论修哪个法门都没有效了，一个蒙心更莫他求啊！今天要觉悟，要回头专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就对了。这个路确实像经上所说的不难，只要真正发心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菩提心简单的说，藕益大师讲的，真正求往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我这一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求了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其他一切都放下了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而且很快成就。这是事实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眼看到的就不少啊，这还能不信吗？以上正宗分经，本经正宗分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学完了，后面是流通分。流通分有六品，续分有三品，这是大经的派头。虽然分量不多，它跟华严法华是同一类的。好，今天就学到这里。